忘掉砌过的伤，回忆的堡垒，刹那已倒下。面对这份起的荒土，你注定学会潇洒。街砖不会拒绝磨蚀，窗花不可幽禁落下。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？又再惋惜有用吗？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伟大，要起婚纱照那道全及一切美丽，旧年华明日同步擦下。小窗开梳化雪柜吸两份红茶，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，那回吗？终须会是神都只怕。H E 曉兒就話啦：小敏真係太靚女啦，直情係人靚歌甜，好中意你嘅喜帖街啊，愛你口。社會係女超人就話啦，感覺喺我為我哋講述一段凄美嘅故事，我聽到喊，直接戳中咗我嘅淚線。小卷毛飛起身就話啦：温思婷實在唱得好感人啊，太觸動我啦。黑玫瑰的刺就話：好想聽你哋繼續唱落去啊！我好好奇阿思婷咧。點解你會揀阿小敏做你嘅挑戰對手咧？點解你唔揀阿 C All Star？ 你唔揀阿 Bada？ 你唔揀啊？其實有其他嘅選擇嘅，點解你唔揀咧？我都唔想就係 P 自己嘅兄弟姊妹啦。咁我最想咧明星入邊咧，就係同小敏 PK， 因為佢係我女神。思婷。當以後再被人問這些問題的時候，其實可以選擇不答，或者選擇告訴他你理得我不是，可以有另外一個答法。怎樣呢，小欣姐？我喜歡的。是的，又可以。所以當你選人的時候，你問他為什麼是很難的，但當你被人選到的時候，即是問那人家選你，你有什麼感覺啊？我相信小敏就會容易答一點。雖然他選我啊，也没在怕的，就觉得说不要，我就刚才在他唱歌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在管他唱什么，我一直在想我待会要怎么表现，要怎么样去表演，先唱好自己再说，先不要管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既然小敏啱啱讲完咧，我哋睇翻阿小敏嘅一啲相啦。2011年系嘛？对，花儿朵朵嘅呢个全国总冠军，系从而咧脱颖而出嘅啊嗱。呢個是2013年，哦，2013年，嗯，哦，係喺邊度啊？呢個係，我的家鄉，哦，廣西南寧，哦，廣西南寧嘅一個晚會嚟嘅，呢個係嗰年上春晚嘅，其實唔係呢個節目，哦，係另外一個節目叫做直通春晚，哦，全國各大選秀嘅嗰啲叻人，全部聚埋嗰個節目當中比，係叻嗰啲先可以上春晚嘅，係，嗰年你就叻中之叻就上咗春晚啦。叻中之叻，就是厉害中的厉害，所以你就有机会上到春晚了。OK， 呢个系有会唔会有少少转型咧？即系会出席好多嘅时尚派对啊，系啊。我自己也很想做设计师，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就很喜欢出席时尚的活动。所以从呢个小公举咧，就变成咗女神啦，就慢慢蜕变啦，出席各大嘅时装周，俾啲掌声啊，小敏先。嘉豪，你覺得點先？有冇打動到你啊？佢哋兩個？思婷係同阿英婷差唔多風格嘅，但係好多大歌啊都唱得非常之夠喉。咁同埋我第一次嚟聽小敏嘅時候，佢唱《海闊天空》，咁，就俾佢吸引咗。佢，聲線咧非常好聽，同埋係好有自己嘅感覺嘅，同埋處理得都非常之好，所以我覺得我會擺小敏多啲。OK， 唔該曬。我哋嘅思婷今日咧 ending 咧升咗2下 key，
跟住咧高潮就唱得好靓，好有层次，做到晒所有我哋之前讨论过嘅演技啊、歌技嘅效果啦。小文咧今日真系为了唱而唱咯、啊，好自然嘅演出。作为一个听音乐嘅人咧，我系中意自然，但系咧作为一个评判咧，我觉得技术嗰方面咧，阿思婷今日系做得好过你嘅。女仔同女仔比咧，除咗比歌藝之外咧，由樣到身形同埋個嗰身打扮都會有個比較。咁今日咧，如果你話企喺個舞台嗰度嘅 sharp 咧，小敏係 sharp 好多。思婷，如果心態調整得到嘅話，即係喺呢個今年咪王嘅最後呢個舞台咧，其實你可能希望嘅一樣嘢就係能夠同更強嘅對手去同台，而唔 care 個勝負嘅話，咁我覺得呢個選擇係冇問題嘅。但係從戰略上，到底會唔會出現由選擇開始就可能處於個弱勢，我哋一陣間就拭目以待啦。各位又係時候準備點贊啦！中意邊個？而家為佢點贊。点赞结束，你嘅时候即将要公布啦。温思婷、汪小敏，佢哋最终嘅点赞数系几多呢？温思婷128个赞，汪小敏158个赞，恭喜晒小敏。咁啊，温思婷会止步喺我哋今日最后一场总决赛嘅第一轮。思婷13期喺足道，我对你嘅关心由文涛开始。文涛，点解个个都最后一集啦？嗱，今日唔解决真系冇得解决噶啦，文涛。之前个春风得意冇咁容易噶，呢啲个 moment 啱啦。你只脚好翻啦，开而入。系，我觉得温思婷唱歌好好听，好靓。咁深深打動咗我，咁我覺得有希望有機會可以再一齊唱歌，再一齊行落去，嗯，好，人生一齊行落去啦，好嗎？加油！我哋先掌聲送別阿思婷先。背弃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，哪会怕有一天知你共我。是不是好听？厉害了各位，来了一位实力强劲的歌手，所以对于我们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人是很大的压力。大家听了他的几句海阔天空之后，有没有估到他是哪个呢？有人说是泳儿，
謝安琪、鐘舒曼。我想應該不會是泳兒，因為泳兒上一屆才啱啱嚟過，同埋泳兒的鼻係會高很多。是不是蓮絲啊？啊，可能喎、啊。請佢翻嚟嘅嗰位星級評論員介紹佢啲 tips 之前咧，我哋先請佢同大家打個招呼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星王哥，你邀請翻嚟嘅，你俾啲 tips 大家估下。他平常是说普通话的。哎，那就是他来自内地。他是一位内地歌手，他在很多个卫视的大赛里边已经拿过冠军，曾经上过春晚。央视春晚，他是表演嘉宾之一，是不是？2014年的。哇，即是旧年的春晚啫。OK。我而家就不妨喺現場揀啲朋友問一問，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？你覺得呢？劉希君。劉惜君係嘛？劉惜君係廣州人嚟。許慧欣。佢話係徐慧欣。誒，即係話中國好啦地歌手咯。係各位，跟住落嚟呢一位曾經上過春晚，亦都攞過好多個衛視歌唱比賽冠軍嘅佢，即將會揭開佢神秘嘅面具。三、二、一，請揭曉。三、二、一。俾啲掌聲，汪小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Oh. 哇，原來是他番禺豆豆的冠軍啊！哇、oh. ，汪小敏，大隻啊！汪小敏，有大喎。你是花兒朵朵2011年的冠軍，俾啲掌聲，汪小曼。多謝曬。實力相當之超強，所以呢一刻其實坐在另外一個演播廳的那班歌手們咧，包括阿 Dodo 咧，其實都有啲緊張，因為畢竟啊，其實我都好緊張噶。哎，咁同我哋講下啱啱其實行出嚟嗰刻嘅心情點樣？緊張咯。仲有咧？仲有興奮啦。興奮啦。嗯哼。风中风中，心里冷风。风中风中，心里
各种空虚冷冷冷，吹起吹起风里梦，过去的心火般灼热，今天已变了冰冻，记忆中突然又痛，此一空虚再触动，你似北风吹走我梦，走远一切，吹谢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再次俾掌声小敏先。紧张啊！系咩？即时分享一下啱啱而真正演唱嘅呢一首比赛歌嘅感受啊！其实咧，真系我广东话讲得唔好啦。你可以说普通话。OK， 我普通话说得不好，我广东话说得不好。所以其实就是唱粤语歌，我会很有压力，因为很怕大家会因为我某个字唱得不好，然后就跳戏。所以呢，就是。我很想把它唱得更完整一点，但因为其实昨天就重感冒，我现在讲话是。我看到你彩排的时候就有点就很。那唱歌还好。难受的感觉。有点，但我今天表现我觉得还行，就是有点哑。唔系，我想同你讲嘅咧，就算我哋有时觉得你某只字唱得唔好咧，我哋只要稍微望望你个样咧，我哋就原谅咗你啦。哇！呢个就颜值高嘅好处。咁啊，同大家讲讲啦，点解会接受咪王曾伯嘅邀请？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唱廣東話嘅歌啦，咁之前比賽嗰陣時，我就唱過《海闊天空》啦。咁如果我就想，如果有機會嘅話咧，我就可以唱多啲廣東話嘅歌啦。咁今次呢個節目咧，我覺得好好玩啦。哇！我講得好累，我好累，我一直在想，所以咧我就嚟玩下啦。哦，所以咧又玩得好開心啦，啱啱。開心啊，開心。咁但係你亦都俾咗好多壓力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出場嘅歌手啦，因為事關你亦都揀咗一首歌俾佢唱嘅。你下咗個戰書俾下邊嘅呢一位今日第一輪嘅第一名，所以我哋而家要即管嚟聽聽啦，好嘛？我哋先請阿小敏休息一陣先。多謝曬 ，thank you。多謝曬，多謝你。